来，今天我们要用这两个小朋友他们收集来的养乐多瓶，跟一些纸张来做机器人。好，那拿出来摆，你们想要组什么样的机器人？啊，可以分开一点，不然等一下混在一起。先摆好，等一下再把它粘起来。它开始粘喽，我们用热熔胶把它粘起来固定。来，首先我先帮嘉宏粘他的机器人，头头是在这里，粘到边。好，那我先粘手手。好，嘉宏的机器人完成。好，现在我们帮嘉宇粘机器人。嘉宇，你这样斜斜的会不好粘呢，粘不太起来，会掉。当然不好大洗了，就是斜斜的没办法，脚斜斜的没就办法大洗。斜斜的粘的很容易断。脚要紧紧的，就这样。这样子好了，好不好？这边平的，对，按你这个可以这样子。还是这样子都可以，这样子吗？这样子，那脚到不行了，而且脚要比比的都一样，小豆的行了。嘉宇的机器人完成。那我们机器人都完成喽。那他们都其实都有把机器人都画上他们的脸。好，那我们先看嘉宏这一只。嘉宏这只叫什么名字？小瓜机器人。小瓜机器人。好。这样我们看嘉宇，嘉宇这只叫什么名字？小兔机器人。小兔机器人，小兔哦。好，那机器人完成喽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，我们下这个影片见，拜拜。